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获悉，开行近2个月的中老铁路已发送旅客100万人次，国内段日均组织开行客运列车28.5对，较春运前增加9对；国外段根据客流情况，每天开行1至2对动车组列车。货运方面已运送货物50万吨。